高手，在吗？在，十分钟，等我。这是科科买的，我不想吃，他非让我吃，说吃肚子不疼了。那我帮你买的粥和药，你还想要吗？要，谢谢嘉玲哥。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啊，不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那我先走了。佳音哥送过来的。佳音哥对你可真好。哎，可可，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佳音哥误会了？误会什么呀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刚才有点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刚才有点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哦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分析了最近几个小时的气象云图，跑了一个暴雨预测模型，下周上海暴雨的可能性达83%。什么呀？就不能看看天气预报吗？暴雨怎么了？你回城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我怎么可能待到下周啊？明天我就回去了。可可，明天我们就回去。啊！明天咱们还有通告呢，到下午才能结束。通告结束就回去。